前往瑞士5天4夜正式开始。我要到了，我后面那个举枪的男生超帅，我要拍给你们看，但是我拍不到。第一次征旅伴，然后这是我第一位征到的旅伴，然后我们先来吃饭，这个 CP 值高高，等一下来吃看看好不好吃。吃饱饭来逛瑞士的博物馆。不是要我点一下吗？啊，你刚刚的博物馆1到10分，你给几分？博物馆吗？对，你喜欢吗？6.5好了。为什么是6.5？因为感觉有一些东西只是我们看不懂。同感，我可能要给到5分，直接睡着，太累。太阳要下山了，我们也准备要下山了。现在下山去逛老城区，然后就速速前往卢塞恩喽。然后前面这个男生是我们第二位旅伴。我第二位旅伴，嗨，然后我们很困难，在这边吃晚餐，就是我还有泡面吃啊，他吃什么？我吃完，他吃了一个优格，然后你丢掉了，然后跟这个洋芋片，我们三个一起吃，还有这个不是很好喝的饮料，这样真的很困难哎。今天是来瑞士第二天，然后我们现在早上来看一下，就是关于卢塞恩水塔的一个风景。现在前往因特拉肯，等一下去上雪老峰，然后看那个很有名的旋转咖啡杯、旋转咖啡厅。我们要上，这是上哪里？那个木轮，上木轮，我木轮前进。人超多的，拍拍手。这里是米伦小镇，后面的山超漂亮的。乡情走得很小心，等你等你，慢慢走。来走步道，完全没有看到缆车。哎，超高的。这手机掉下去应该就救不回来了。看到会脚软呢，真危险呢。这个烟是怎样？怎么停住了？还是云啊？应该是好扯哦！
是开车快的。滑完雪的人会从这边搭回来，然后再继续滑。上来之后整个超壮观，可以看到一大片云海。007最有名的旋转餐厅吃饭，然后我们直接就坐在窗边，超级赞。然后他每55分钟会转一圈。我们就这样边吃饭边看风景，几乎每分钟餐桌都在慢慢移动，可以看到山景云海360度的样子，就像做梦一样。吃饱饭要离开去找007拍照，他连缆车来的时间都倒数计时，超有 feel。 厕所都是有007的样子，哇天哪！爬山，绕一大圈给大家看，哇！Say that, send it, bro. Come on. This guy always has some special stuff for you guys, so make sure you're ready. Yes. Oh. Oh. Man, what's that? Oh, big backflip. Yes, it's for the people. Backflip for the people. Nope.瑞士免费清洁工，擦一擦，结果现在变这样。下山之后呢，我们就跑来吃这间瑞士的百年冰店。那店里面一样排了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它是很有名的巧克力店，它的冰淇淋也很赞，所以我们就点了两球当今天的晚餐。上来吃吃看好不好吃？我点了开心果跟黑巧克力口味。开心果的口味好难形容，可是我觉得很香，就是因为我第一次吃跟开心果有关做成的冰淇淋，很酷，赞。它的黑巧克力很浓，是那种很感觉有70%左右的感觉。开心果超酷哎，可以点。干一下，敬我们这次的旅程。好，干！他们两个喝37%的酒，疯了。我知道结束的有点突然，但如果你对我的影片有兴趣的话，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加分享。下期影片见，拜拜。